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制作主持服务，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九拜五下晡2点到4点，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罗拉。江西的星空点大声，人在思念，今生的爱情会孤人行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思念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侪侪网友观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。那么，咱这个电话依然是和董树林定清的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。来，咱依然过来继续看政治新闻吼。那么，董山董主席贾中庭将会。搁在访问大陆，这是中国时报台北报道。那么已经表态参选民进党主席，而这个前行政院长贾中庭表示，处理两岸问题啊，是民进党中等执政伊的这个关键。民进党哦，袂用个搁在躲避，伊那是当选党主席啦。无排除以党主席的这个身份，搁再去访问中国大陆。哦，那这这个吼，因为安怎讲呢？因为伊呐当选党主席，当然啦，党主席伊讲的话就是安尼啊嘛，对不对？伊的党主席，伊的这个算讲，伊党的这个方向，包括伊承认一中啊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嘛成立这个九二共识嘛，哦，伊这个当时这个贾中庭伊嘛讲真侪有关这个，虽然讲伊讲统一来讲伊无直接讲啦，但是伊的这个意愿，哦，伊的这个描写，哦，啊，伊的意思，就是偏向统一，偏向统一。啊，既然甲伊呐。
这个当选到这个董主席，当然啦，伊这无聊啦，伊这迄个当然是换伊会派系人啊嘛，一定是安尼生嘛，吼、哦、对不对啦？啊，若到安尼，民进党就大大的这个改观啊，大大的这个改观啊。我相信讲吼，伊若当选到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董主席吼，那大陆要去予伊这个访问来讲，吼、哦。温准你去大陆，这个党主席，民进党的党主席的这个身，大陆去方面，吼、哦，这个要温准你要同意，伊去大陆来讲，我看，伊去大陆搁回来，讲的话，伊搁就搁无同款，吼、哦，甚至伊可能无偌久话就讲啊，这个民进党的吼，这个党纲要提掉啊，这个台独党纲要提掉啊。吼、哦，一定是安尼是，哦，这是阿宏的这个猜测啦，吼、哦。诶、欸，当然啦、啊，有准无准，咱都，吼、哦，啊个期待嘛，吼，咱个期待。来，继续。那么，谢长廷阿哥咧讲啦，伊讲吼，如果台湾人民哦有需要，伊讲吼，我怕被批评，怕名誉受损，歹去，嘛是一种的这个私心啦。哦，意思讲，啊，哪里的正人骂你？后来，咱继续吼，这通是无好的吼，啊嘛是私人的吼。那是观众，我都会将到这个声音给杀出去啊吼。啊，私人的咱都无需要吼。所以伊的意思就是讲哦，伊讲我若惊批评，惊名誉受损无歪去啊，嘛是一种的这个私心呐。伊意思就是讲哦，伊要做臭头鸡啊，就对了。哦，伊要开头一千个，对不对啦？哦，啊，当然啦、啊。伊我过去我都有讲过，我政我无插政治啦。吼，这过去差不多，差不多三十年前有啊。哦，三十年前我都讲过，我都迄阵啊无党，我都支持。党外，吼、哦，无党无派。过来，我就有民进党，我就开始支持民进党。哦，我有定来讲过。那么，甲阿扁啊，做总统，做总统过两年，我就无投民进党，我就无投民进党。我认为讲民进党吼，即个政治人物吼，讲的搁一套，做的搁一套。所以我都无投予民进党，甲即阵啊，拢无投予民进党。那么的时阵啊，伊当然啊，伊进前开一枪啊，人都骂到要害去啊，啊，这民进党就是安尼。民进党的哦，伊都过去，当然哦，伊真憨嘛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迄阵啊，大多连国民党都惊伊啊。对不对？鸡头什么嘿啊，抗议啦，包括要独立什么啊，迄个国民党拢惊着，拢惊着。伊认为讲这是真真正正是民意，结果安那？唔是啊，结果唔是安怎讲？到尾也着忍耐去啊，发觉讲安那，拢伫这个国际啦，吼。也是讲的时阵，伫其他啦，包括你讲一派课啦，什么遐，拢你甲看，无法度。台湾无法度人撑家出手，就是无法度人撑家出手，是安怎？因为咱对国际直直倒退，直直倒退。哦，
所以安怎讲，无大啊，人因是愈来愈大，愈快，对不对？连人日本的孙阿弟一代人就敢甲伊迄款的啊，咱台湾的，咱台湾要对日本，无大啊，是不是安尼？是，咱看就知影。所以咱唔是讲咱家己咧自己吼，啊，这个灭家己的这个。做他人之威风，灭家己的这个志气，不是安尼是。确确实，咱都爱面对这个现实啦。我是感觉，所以因咧政治人讲话，哎，面对现实哪有影？哪有影？因绝对无面对现实的。哦，阿宏比我这个客观的这个分析啦，好爱面对现实。那么为中国政策，搁在。吼、哦，披这个战袍，吼、哦，民进党五月即将改选党主席，这不是干那讲是一场两岸路线之争啦。党主席选战更加牵动，日后伊的这个总统大选。那么，民进党在这个告别华山会议了后，提出对中政策检讨纪要，贾中庭在两岸论述顶头，却坚持以宪法国标取代九二共识，你看看有无？这个孙阿娘宪法国标，就是啊，伊就是讲中华民国嘛，中华民国就是要统一的嘛，对不对？过去这个较即嘛嘛是还过安尼嘛，要统一的嘛。啊，这就是要统一，就是符合中央伊的这个目的嘛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你若讲要统一，那倒一个互统，倒一个统，无可能大陆互台湾统嘛？你想就知影嘛？因人口几亿，要投票你嘛输伊，吼、哦、对不对啦？所以无可能的代志啦，吼、哦。所以我定定咧讲哦，应该中央有提起参香港安尼一国两制。应该是安尼是比较对台湾较有利啦。安怎讲？伊若安尼，伊国际伊就无需要去甲你阻挡啊嘛，对不对？伊认为讲啊，就代表一个中国出去的啊，对不对？伊就无需要甲你去看的。所以嘛，使讲吼，咱就踮啊要甲人争哦，拢是加死的啦，加开台湾的这个钱啦。咱人民是愈来愈害，对不对啦？像你外交。阿宏建议讲，无需要阁继续开钱啊，对不对？主要的钱会从哪提来家己的这个国家，这个、善良诶、什么？这个这个较贫穷的，伊的这个迄落啊，台湾人去甲迄个创好，吼、哦，较严谨。对不对啦？啊，到尾啊，你做你甲看啦，迄种是咧加开钱的啦。我认为讲无需要啦。哦，迄个爱政府伊无法度，伊讲啊，都爱国家爱民主啊，怎么安尼都导航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其实拢咧开咱的钱啊，这我无同意，对不对？因政府啊，这个政府也好啦，官员也好啦。啊，政治人物也好啊，大家拢嘴在讲，啊，钱在开迄刀口上。我请问你啊，啊，什么叫做刀口上？阿宏，你讲的这是刀口上，对不对啦？嗯，来，咱继续。当然啦，贾中庭坚持九二共识，吼、哦，这个。这个宪法国标，吼、哦，啊来取代着这个九二共识啦。吼、哦，九二共识，伊哪讲？九二共识就是安怎？伊无了人，用个九二共识，因为当时民进党人批到无一地嘛，吼、哦，对不对？啊，九二共识哪有位啊？啊，无提出来看，啊，啊，无理天书啊，我民进党批评到，当然伊即嘛无好意思讲，啊，九二共识，来为迄款无啊，唔敢啊，安怎讲？因都过去用批评啊嘛。是不是啊？讲批评骂到无一地啊，骂国民党也骂到无一地啊。所以我常常咧讲，即民进党，你做咧看，过去所讲骂咧，你甲看，即嘛拢咧食言啊啦，咧食家己讲话啊，都、就是安尼。
那么并真侪变降上现任的这个董主席苏贞昌，双方哦针锋相对啦。习近平伊在讲啊，中国政策导致甲民进党在过去选战败北，哦，经过两年的这个时间，民进党如何来调整，并进一步甲选民啊来沟通，非常的这个重要啦，哦。那么，民进党设立中国事务委员会，啊，甲华山会议，在两岸，伊的这个政策方面是有打拼，有努力打拼吼。但是啊，开会的这个结果是安那，是回到这个原点。啊，是安那安尼，就是这个，你包括啊，你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反对嘛，对不对？恁的派系嘛。啊！恁开会嘛是安尼呐，吵吵闹闹啊，结果安那，唔则无正式的，唔则改什么，唔则改的什么对中政策讨论的这个纪要，哦对不对啦？啊，就是安尼是啊，啊党诶，就包括啊这个蔡英文啦，哦啊，甲你诶什么呢？即是习近平啦，包括苏诶啦，即派啦，对不对啦？就是安尼是啊，啊。那么伊像吼在拍篮球同款啊，运球、投球，拢真认真，最后无投入去就对了，无进分啦，啊，那么比较可惜啦吼。那么这嘛是伊投入董主席选举的这个原因啦。安怎讲？伊无人主导嘛，啊，无人主导，当然都无法度人，都无法度统计这个。共识嘛，是不是安尼？是，就是大家无共识，唔只会从那呢产生检讨的这个机啊，对不对啦？所以伊即马都当然啦，伊即马那是选调这个董主席就无共款啦，伊换伊一派人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换七派人，就是要承认的从那呢宪法一中啊嘛，啊一中就是承认旧的共识啊，就是安尼先来的嘛。啊，所以我拄仔咧讲就是讲，伊是安尼买出台这个买用过这个旧的共识。就是九二共识应该骂的嘛，啊！但是你这个宪法一中，伊本来伊就是中华民国的人民啊嘛，对不对？伊要安怎去反驳啦？哦，对不对？我常常嘛咧讲啊，啊！你民进党的时阵讲要独立，啊无安尼啦，无你身份证，你管是就是啥物人个啊？对不对？哦，你都讲遮错，我过去嘛咧批评民进党个啊，啊！你讲到到底，啊你无承认中华民国，啊，搁要甲人选举，啊，选举选调，搁要甲人行使迄个职权，笑死人讲哦，对不对啦？是不是安尼先？迄就是啊，迄就是不要脸嘛！你讲对唔对？啊，啊，所以即马慢慢，伊就承认讲一个中华民国，变安尼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既然甲承认中华民国，伊个台独要安怎？就冲突了嘛！啊，所以台独就爱提调啊。对不对啦？台独一定啊，台独一定爱提调啊嘛，是不是安尼？迄民进党就是安尼先嘛。啊，你奇怪啊！你承认中华民国，你要搁台独，是不是安尼先？哦，这理论讲未通啦。哦，这理论讲未通。那么处理好两岸，哦，等会这个执政，因为大家哦拢投票，歹讲这个啦，吼、哦，贾中平伊在讲啦，吼、哦。以至所以的时阵，要参选到这个董主席，就是吼、哦，董主席选前有辩论呐，必须要提出具体政策的这啊、个，政策来比较。那么伊伫个讲啦，民进党吼为有赢回中央也这个政权，才有法度能实现到这个理想嘛吼、哦。那么处理两岸政策无投票的这个空间，你意思？这几年来，党内投入上界多啦，啊，付出代价嘛上界大个这个人啦，哦，由伊来做吼，才会当啊带领着这个民进党赢回这个政权，大家拢嘛安尼，讲到到底拢为人民就对啦，其实拢为家己。但是我拄只要讲这个习近平吼，伊个智慧较赢。这个淡水病，所以我过去我有讲过，前较早我咧支持民进党咧投民进党的时阵，我常常嘛咧讲，真奇怪，恁民进党是安怎？
爱这个阿扁啊，阿扁也是倒伊阿咧好。我都我曾经较早我就安尼讲，我若要迄落，那因那迄落，我拢嘛拢嘛投贾中平啊，我无咧投这个阿扁啊，啊，因为我认为讲贾中平智慧较好，伊是那智慧较好，伊真可讲，皮可秀，伊这个人会堪面软，会堪面硬，所以这個人智慧好，就是一只。阿宏赞成伊这点，阿恁的看法咧？啊，对不对咧？好嘞，继续。那么，伊被问到当选主席，伊原诶，是毋是讲会当愿意访问中国啦？贾中平佫甲伊在讲啦，伊讲只要吼对台湾人人民吼有利益个吼，或者是讲有需要个吼，唔管讲是吼到大陆啦，吼，也是美国啦、日本啦访问啦，拜托你莫讲访问好无？你著讲哦，那。为着台湾的这个人民哦，有利啦，有需要啦，我赴汤蹈火哦。讲假说，我太平洋、台湾海峡，我跳落，我就跳落了。你著爱讲安尼对啦，对唔？你咧讲访问拜托的，迄拢是台湾人民的呢，是毋是安尼？哦，啊，所以你爱安尼讲才对啦。什么咧访问啊？对唔对？要我安尼，我意思哦，对唔对？为台湾人民嘛，你讲对唔对啦？台湾人民若要叫我跳海，我就跳海。你著爱讲安尼嘛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可见你著爱阁留一步咧啦，毋是阿宏哦，遮尔啊的孙安尼啊，迄号做啥物啊？迄心号做啥物啊？我即马向阮袂晓，袂晓讲吼，袂晓表达，咱继续。啥物美国啦，或者日本啦、访问啦，拢应该去。拜托，你讲这拢毋对啦。哦，我阿宏我拄好讲，台湾人民有需要，我要赴汤蹈火。对不对？台湾人民叫我去死，我就去死。嗯，就是安尼死安尼嘛，对不对？安尼唔才为台湾人民。是毋是？敢才讲这访问诶，拜托诶，啊。伊讲哦，那是台湾人民有需要啊，但是自己哦，惊诶批评，或者是讲会生啊名誉受损，这毋是名誉受损啦，这是你诶公营啦。什么咧名誉受损？你对唔对啦？啊，所以讲诶话，我认为讲倒病啊。阿宏认为讲哦，台湾人民若有需要，这是我的公营啊，对不对啦？应该是安尼才对嘛，是毋是？什么恁批惊批评，啊惊名利受损，啊你无愿意尽弄，迄是恁安那？迄是恁民进党的批评，其他的人真少会批评你啦，对不对啦？因为你是民进党，民进党就是要独立的嘛，是毋对啦？所以人你会互恁民进党的人批评，一般人民伊袂甲你批评啦，是毋是安尼先？简单想就知影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伊讲话孙阿娘，惊名誉受损，哦，无愿意前往，哦，嘛惊啊，嘛是有这种的这个私心，嘛是无愿意啊来牺牲的，拜托，要牺牲的我拄仔在讲一句话啦。人民有需要，我要赴汤蹈火；人民叫我去死，我就去死。就是安尼死嘛，对不对啦？安尼这是牺牲。啊！你什么迄什么好多牺牲？拜托，阿宏你讲才是牺牲啦，哦对不对啦？啊，啊无拢讲假的嘛，对不对啦？啊，那么主席，方中问题伫北京本来就是啊，我拄啊有讲过，对不对啦？我拄啊嘛讲过啊，是不是安尼？我这拢临时调出来，吼、哦。那么我拢无准备的，因为我无迄个时间啦，所以我要报告新闻也好，要分析也好，我拢。水调出来安尼，啊，我看一看，应该这个题目，吼、哦、啊，有需要，啊，我就摆入去报道啦，吼、哦，我是安心，吼、哦。那么，民进党中国事务委员会发言人陈文灿就表示啊啦，民进党内面哦，已经有无同款层级伊的这个人事陆续已经放中啊，你来看，我有讲过啊，大家拢偷偷啊去的就对啦，啊，拢唔敢讲啦，你来看，即摆讲出来啊，好、哦、对不对啦，啊？那么现任的这个董主席，就确实无啦，吼、哦。但是的时阵，中方在民疆交流涉政治的这个前提，显见问题不是单单是民进党内面伊的这个态度，问题在北京。那么北京人伫这个两方交流，吼、哦，不应该违法在。
国共交流了，这是因家己咧讲，这是因家己咧讲，安怎臭名？林振东的臭名，对不对？其实咱老实讲的，人伊是安怎？伊是要甲你安怎？要甲你通奸啊？对不对啦？所以你啊，看你一个啊一个偷偷啊，唔敢讲，就偷偷过去啊。啊，讲咧讲访问，其实唔是啦。其实安怎？去咧台商啦，去咧迄落啊，都拢寒暄啦尔。啊，因的民进党的用啊，我若过吼，是不是吼？看有迄个台商的吼，即个算讲较深入的就对啦。哦，看会当甲因遐政府的即个官员啦，啊官迄个官长也好啦，啥物市长也好啦，因就是拢安尼生的，要叫因牵尖因线，即民进党就是安尼。哈、啊，正经因国家伊的这個正式的这个官员，因无这种的这政策，无这种的政策，嗯。那么交流的这个概念应该来扩大，我拄好讲啊，就是因为台商的，啊台商当然免不了会做大，啊甲因遐政府的啦，哦比较的，包括的是哪呢，这个。国台办的种啊，因为国台办是属于人民的嘛，所以因就会当甲伊交流，爱安排什么嘿啊，迄是安尼生来。那么田文灿嘛咧讲啊，蔡英文讲参选党主席吼，是为了推动两岸政策啊来转型，哦，党内尊重蔡英文伊的这个讲法啦。但是每一步拢必须要周全的这个规划啦，包括条件、时机、身份证等者，必须步步为营。本来就是啊，因为拄啊，咱重点就是啊，是毋是讲因迄边有点头无啦？啊，最主要是因迄边有点头无啦？你要去的发表言论是毋是因稳准无啦？安尼就是重点啦，对不对啦？好啦，咱讲到这结束，期待下一位讲这个网络，讲这时间，继续收看阿宏，无所不谈，再见，拜拜。